飞鹤一罐好奶粉，飞鹤奶粉提醒您下期看点。夏至露晚，快乐大本营，花样美男引爆全场，他是一代奇侠，剑术无双，万夫莫敌。他是多情公子，温文尔雅，深情款款。他是百变大侠，风流倜傥，天下无双。他是无冕之王，温暖淡然，文艺忧郁，刺激大比拼，谁能拔得头筹？可以形容一下哪古装戏里面哪个著名的人物干过这个事儿？好多著名的人物，你想当官你就必须去干这个事儿啊！惊险大挑战，谁能涉险过关？一横一竖啊，木头的木，耶、yeah! ！终极大考验，看花美男们如何接招。更多精彩尽在下周六晚快乐大本营。